一起来上车的车观众老爷们好，我是头顶一呆毛，天生爱吐槽的傲娇主角娇妹。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赌海操的减肥之路，以及各位观众老爷们的好奇心，从今天开始的每个周日，赌海操都会上秤报出自己现在的体重。听说他本人对于这个决定并不害怕，竟然还远赴去了韩国思密达，而且竟然没有带上我，错过了和终极劳工见面的机会。各位观众老爷们，就让我们一起等着赌海操的体重反弹吧。要反弹没那么容易，作为香蕉家族最勇敢的战士，我帕西尼阿基弗兰斯赌海操，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守护我们健身一族的荣耀，而踏上了消灭脂肪巨龙的征程。不过我一个人真的大丈夫，难道不应该出现一个什么世外高人指点传授一些武林绝学，好让我秒天秒地秒空气什么的吗？或者出现个哆啦 A 梦，给我变个全身橙色武装实施道具一起秒杀，这才是身为主角我的标准剧情了。不说了，教练，我想减肥。任务一：寻找韩国肌肉大魔王，并分享他的减肥经验。下载火辣健身 APP， 和明星一起打卡健身，还有机会赢得砍班资格。现在呢，我们已经去一个露营的地方，我要去跟他讨教一下，他是怎么变成大熊的。在我目前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韩国的各种熊里面。像黄之烈就是S 号的，像金钟国就是 L 号的，像德万老师就是叉叉叉 L 号的，所以我要向去学习怎么才能变成一个野兽般的男人。野兽般的男人。马上就要见到大熊了，我还是蛮兴奋的。呀！德万老师好。我和你永不分离，千千万万世纪互变。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我有一个特别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就是我想练出八块腹肌，八块腹肌。哈哈哈！对，德文老师就特别强壮，然后我也想变成这样的人。妈，你不接就不要。哇！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像哇哇。一副面，一副面。이상태에서배만좀빠져도몸이훨씬좋아지는거예요就是现在的状态当中那个你的那个肚子掉，이건굉장히간단한방법이하나있어요그냥30분에서1시간정도뒤에吃饭后过了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不是跑步，就一般那个走路一样的速度，比那个速度快一点。啊，同伴就是很多，一部分你把你搬进过来。还有那个，这个啊，俯卧仰卧起坐。그리고또하나는차를세면서먹는방법이있다就是你喝的时候喝你多少杯，要你自己数一下。啊，我以为一边喝一边就逼出去。任务二：海涛需要从大魔王身上习得两个技能，就能获得神秘大礼包，助力腹肌修炼。德文老师，平时你运动的时候是听什么歌？啊，哭的声音。是这么快的频率？不是，踢踢踢踢踢。공작을할수있는지
그런 걱정하지 말아요 우리 함께 노래합시다 그대 아픈 기억들 모두 그대여 그대 가슴에 깊이 묻어버리고 德万老师不是腰伤了吗？要怎么？最重要的，后腿不舒服嘛，就빨리빨리이렇게움직이는데절대안된다고。你比如说你腰痛，那就这样动作不好。哦。慢慢的。慢慢的热身一下，然后开始锻炼身体。都是动作是慢一点。不好。慢慢的，慢慢的。我要慢慢的，慢慢的减肥。啊，慢慢的热身一下，然后开始锻炼身体。啊，啊，啊。然后我是真的想用100天的时间，然后多向就是我喜欢的身材的人学习，然后希望可以到时候可以见证。그중간정도되는45일뒤에는내가천사가는데中间要减盐。好好，中间去喝就不喝了吧。好，谢谢，谢谢，谢谢。改造顺利获得了大魔王的经验，从一身白装升级成为一身绿装，并且还得到了可以和韩国国民女神见面的机会。呀。雨儿妹妹，哎啊，好美啊，好美啊！Hello Hello， 美，特别特别。女儿妹妹，然后我先说，我有一个梦想，然后我的梦想，你知道高以翔，高以翔，就是我想变成他那样，就是变成型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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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哎，哎呦，我原来是个绿巨人，我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不需要再变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我真正的也可以变得很厉害，然后。女儿妹妹平时有就是健身嘛，运动。嗯，我是问了。对，最近不太。就最近，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平时运动的时候听什么歌？然后你说你不太运动，然后运动的时候我听少女时代的歌。啊。然后我想就是让很多也这样变得很厉害，然后可以给我加个油吗？那我怎么说？想听的话是什么？哦，好听，可以点吗？可以点。嗯，海岛高。嗯，越来越帅。爸爸爸爸爸。不要爸，不要爸。现在也已经帅。哦，已经是更帅吧？哎呦哎呦，好，香蕉打卡，欢迎，加油，加油，加油。真是没想到，在这次探访武林秘籍的过程中，居然又得到了一次女神的祝福，真是一举两得。不过呢，在得到双重 buff 的同时，海涛的腹肌之路能否双倍加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杜老师，你在用这个划船吗？是。可是这个是人家练腹部的器械，然后你脚踩的地方是人家头躺的地方。She like a moving moving. I'm so m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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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much. That's why I keep on, yes. That's why I keep on, yes. That's why I keep on doing, doing what I'm doing, yeah. Here's a photo, yeah. I'm one of the ones in the house. I'm gonna turn it out. And you know what's going down? I'm physically, physically, physically around. Somebody say hi.起啊，太火了，大家的，大家的，
出了超多汗，整个头发全都湿了。锻炼以来第一次称重，以后的每一周我们都会上一次秤。不好意思说一下感受啊。谁提出的这个想法？有病！还把秤拿过来了？对啊，就怕你 不肯上秤嘛。92.2，上次称刚是刚刚体检的时候98.3，体重就是83公斤，超肥胖的那种。6.1，12斤差不多，瘦这么多了。其实我是不想瘦的，我只是想长肌肉，长重。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可以有更多的人每周跟我来一起称称，好不好？好，看看分量怎么样。好，可以卖多少价钱？好。